开这样的一场粉丝见面会，也是我今天开始自费做 Just Dance。每一次呢，我都想要尽可能的多来声唱和跳，都是为了给自己制造更多的机会，然后希望自己有更多的舞台，然后可以展现给你们看。有时候，我也会看到我身边的人啊，同辈、后辈，还有爱豆朋友们，都在私下真的是默默努力的练习，跟我一样渴望着有一个又一次的机会，目的就是为了展现自己。他们都非常的优秀，在看不到的地方为下一次聚光而做努力和付出汗水。我知道其实歌手这个身份在内娱真的很不容易，更何况我还是一个唱跳女歌手，所以我希望内娱能给爱豆们多一些舞台，多一些聚光灯的交汇，还有观众们的，还有你们的呐喊。我们一起努力哦。